年初圆梦站上小巨蛋开唱，歌手王心凌当时还在台上分享自己因为一场恋爱失去所有的心情，并询问台下的粉丝会不会勇敢去爱。没有想到近期却惊爆她已经和交往四年的姚元浩分手，也让这一段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的恋情画下句点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两人是在22号分手。有读者爆料，王心凌的私人脸书16号就出现端倪。那时他写道：“当随心所欲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少了尊重，说穿了只是不顾他人感受的自我。”这段话疑似透露两个人的感情出现状况。有媒体报道，姚王恋四年情变的最大关键就是姚元浩想结婚，却始终过不去王心凌妈妈那一关。因为当年王心凌卷入姚元浩和隋唐的恋情，背负小三的骂名，即使他重申自己从来不是第三者，小三的标签却始终如影随形，让王妈妈始终无法谅解，觉得姚元浩没能保护好女儿。再加上两个人兴趣差异大，工作上又聚少离多等因素，才让这段恋情告吹。